小粉红色哎、欸，我们这次就不要升级到护具啊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它撞到的时候会有凹痕的感觉。其实也没差哦，刹车的部分可以改到不到两格。色调的，怎么看？这是谁啊？哎，这引擎哦，它的排气管在旁边。哎，这样子其实也还行啊。这是新造型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就它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长这样啦？泥板。好哦，我们用原厂的，因为我要用涂装。这样它为什么会跟旁边的在一起？有吗？没有，我看错了。哦，经典的白色条纹，力量金属，是闪电的图案哎。Power Metal。共和太空游骑兵。这个 会太可爱。哎，那是火神机枪的子弹吗？可是它又看起来又像是那个雷射炮哦。哎，这有点像是某个牌子的设计哦。嗯，这好滑哦。啊，就它了，这个比较好看。哎，都。你看它喷漆，它会在哪边？哪亮金属是外观的颜色，好像选什么都一样。这色调在哪里？它的防滚架，然后车灯也有变到色。哎、欸，啊对啊，后面 OK 啊 ，OK 啊。大概改颜色、啊，配合它这个彩色的风格好了，这样白色好。装潢色是这样，哇，这里面好高档。帮会真机在旁边呢，你要睡了，拜拜。GTA 有一个快银模组，看国外 YouTube 玩。比闪电侠模组还厉害，快银模组我自己有玩过，好像有拍，啊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好，因为它有涂装在上面呢。就大概是这样吧。原厂的就是好看。哦，所以它用到最低是怎样？会比较快吗？这个东西有比较快。哦，好了，我们就加速用到全满了，全满。
就先这样吧，先这样。好好好好，很多人要睡了，没问题。你听那个声音。这是哪一台？这是配角，我要被撞了。哦呦，不错，它加速很快，而且它不会这么硬，刚才那台很硬。我们要试试看急转弯，打滑，但它我觉得要踩一下刹车比较好。它技术还好像不错哎。应该先给他开。打滑了哦。